窗外有人求见，让他进来。你就是公子卿？是。听说你打败幽藤四少？对啊。那是不是只要我打赢了你，就是天下第一了？哼，你少废话。你的剑怎么受款？我的剑是用来杀人的，不是给人看的。我不想骗你了，那天你快死了，我救了你，可是你现在也不是一个活着的人，我需要每天给你喝别人的血，你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。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个活死人？你现在肯定恨死我了吧？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，怎么会恨你呢？可是我们这辈子都要躲躲藏藏的，你本来有大好的前程，你以后再也不能过你想要的那种生活了。天下之大，总
总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你来了，怎么是你？你和他平时就是在这儿见面的吗？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这儿的？我把他怎么样了吗？说，你到底把他藏哪儿去了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。但是再也没有办法对你笑了，他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你这张脸。你变了。不是
是你，不是我。是你把我变得不人不鬼的。像这一张脸庞白
上挚爱的排行，透过你皮囊窥探你心脏，你这杯歌任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赢过，我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碗手杯歌换一碗浓汤，喝完也别断肠，都不忘陪你做梦一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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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
有没有想我啊？嘿嘿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再受伤啦。有时间一起约火锅哈。啾啾啾啾咪。毛奇宇，认识你也一年了，一开始以为你是一个很凶的前辈，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特别的喜欢你了。你是一个平常非常有趣好笑的土萌女孩。我一个人待在房间的时候，你会来找我玩。你寂寞的时候会邀请我睡你的地板，和你待在一起总是那么的开心，越来越喜欢你。鱼丸生日快乐，杠 BJ 4PM 清泉艺人会小王陈倩南老青生日快乐，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，爱你新的一年不劳而获，一夜暴富。那这是不是跟昨天一毛一样啊？没有没有，还是有点差。 BJ4PM 青云艺人会，转眼又是一年，不再青涩的青总变得更加可靠坚强，愿你经历风雨锤炼但前程天真如初，生日快乐，陪你长大。五阿哥，喜欢你的感觉强烈，站在舞台上的你闪耀亮眼，有一个问题一闪而现，你到底为何令人如此迷恋？鱼丸宝生日快乐。渡边彩彩，祝青总生日快乐，认识你的第一年很开心，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成长，陪你走上更大的舞台，见证你的脸越来越小。哇哦！哇哦，谢谢。那有信吧？有信吗？有信吗？快！你安排了谁给你写信？安排了谁给你写信？有没有信？到底有？有有有，这有一方来自于葡萄牙的女主角的信，我们女主角的信啊。女主角在看直播吗？哇，女主角女主角，我的妈哟！哇，请简精简一点，咱太正经事干了，没法正常。来，我来读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段奕璇。我出现在这里呢，你没有出现在这里。大家，我出现在这里呢，首先是要跟昨天举办生日公演的刘淑贤同志说声生日快乐。昨天一直在有事耽误了，没有能及时为您送上我真诚、真挚诚心的祝福，真的是很抱歉。爱你哦，比心。不用了，到底给谁念信呢？然后呢，青云说你给我写封信，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这封信，虽然他说只有我一个人写信，我就虽然还是不知道怎么写，但依然开始了编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就是挺喜欢这种只有我一个人会给你做的事情。去年我也给你买去年我也给你写了封信，那会儿在学校我特地买了一张很好看的信纸，上面镶嵌着鹅黄色的小碎花瓣，扒在我学校自己搭建的小火炉桌上，写一段哭一段，纸哭湿了就趴着自己沉思一下，起来换张纸继续写。后来还嫌自己写的不够工整，反复写了很多遍，写得多了想哭的情绪就没有第一次落笔时的那么浓厚了，以至于在现场念给你听的时候大家都哭了，我还是笑着。我大概也忘了我那会儿到底写了什么，只记得我最后写了我喜欢听你叫我乖乖，虽然你很久没有这样叫我了，大概是我真的不乖了。从去年到今年，这两封信之间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，多到我以为做了很多个梦也分不清怎样的状态活着是现实还是梦，多到我现在都不知要怎么去接受，但也却在慢慢习惯，也不知不觉已经习惯。好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那样喜欢你，可是在我嚎啕大哭着喊着我接受不了的时候，在大家都表达着不理解并告诉我没有必要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你陪着我哭，那会儿真的觉得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
就好像是我还可以这样子哭，却并不像个傻瓜的证明。在我泄气、讨厌自己、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，你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我的焦躁和暴躁，你忍受着我的坏脾气，你告诉我，你得调整自己，我不想看你这样，我不想看见你这样消极，我更不想看你输。可是我啊，越是听见这样的话，越是焦躁，谁又能一直忍受着坏脾气呢？于是我们也会开始争吵，吵起来的时候哪里顾得了那么多，总觉得要把心里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干净才算过瘾。可是过瘾了之后呢，都是敏感的人，都是嘴硬的人，都是不会明说但是一定要表达出不开心的人，都是不好意思再开口的人。你过生日那天我们俩吵架了，虽然那天我一直想着是你的生日要让着你，但是还是就连忍着不忍，但是就是还忍着不表达情绪都没能做到，就和你吵架了。后来心里也后悔，又不知道怎么道歉，于是出门给你买了生日礼物，虽然回来之后还是挺不愉快的。那会儿我就在想，以后都不要和你和好了，就给你发了微信，礼物你要是不喜欢就去退了吧，毕竟挺贵的，想着你要是不喜欢我的礼物，至少换成钱，你还能看着不那么糟心。谁让你当众真心的嫌弃他土，说比粉丝挑的款式还土气。可是后来你回说很喜欢啥啥啥的，我就知道也许不是面子上爱这样子表达，但是你是真的喜欢，这样也就够了。这是好多好多个月之前你真实生日那天发生的事了。其实如果一般人和人吵架了的话，都是到后来气消了，拉不下脸来主动示好，然后陷入尴尬的气氛，然后以后都弥漫着迷之尴尬。所以后来有一次再吵架，我学会先跟你发消息承认我的错误，然后你发一大串消息教育我，谁要听你教育，我认错只不过是为了听一句其实你也不想跟我吵，你也错了的这样的话，谁要听你的大道理，你以为我是为了听你的教育才跟你主动说话的吗？好了，夸夸你，大家都知道青云是一个很抠门的人，但是如果我想吃的话，虽然他也会说着什么诸如哎吃一些对你不好这样的话，你看到没，是人都是，但是最后还是会给我吃了。我说我想借个啥衣服，再满脸不情愿但还是找来了给我，虽然我一件也没还过他。我包里有一半他的化妆品，虽然大部分都是他落在我这里的，但是我说啊，今天想用他也就满嘴抱怨的留在我这里。大家知道青云是一个平时说什么自己都不在乎的人，每次都把自己描述的好像冰山坏女人，谁都不在意，可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子的人。我为什么喜欢你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你像是最是自私却最为我着想的人。后来也许是我越来越焦躁，也许是因为你的生日公演越来越忙碌，也许真的是因为住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像，你开始对其他人也随意表达着你的占有欲了，跟胡小慧似的。哎呦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，像这种生活在一起的朋友之间的占有欲要只对一个人才有，才是最基本的礼仪。我虽然被很多人喜欢，也表达过对很多人的喜欢，但是从来就没有同时对很多人有过占有欲的想法，所以一开始超级不理解，也挺难接受的吧。但是我这个人难受也不会告诉你我因为这个事难受了，因为觉得丢脸，这点小事至于吗？会不会觉得你看这个人多好笑吧，可是就是好好笑，站在旁边看着的时候多少会觉得多余了，尴尬的要命，却好像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笑着，也会偶尔忍不住觉得好像是被突然丢掉的人偶，但是下一秒又会最讨厌这样可怜的设定，立马否定掉这种比喻。我老问你青云，你的 PV 为什么要把自己拍得这么渣，我老是笑你青云，你为什么要把理想中所有的东西都写进这个剧本里。哇，可是是段奕璇的话却不会像 PV 里面的小铃铛一样难受也笑着，忍过去了就不会在意这些问题了，不在意了就真的不在意了，这样才是段奕璇啊。所以其实大家你们根本大概就都不了解我吧。
今天是你的生日公演吗？我们青玉文为了这场生日公演真的是斥巨资，花费巨大心血，虽然我没能到场看，但是一定很精彩。你一直都是耀眼的星辰，只要你想就一定能发光。我经常跟别人说，只要青玉文真的想，他真的比任何人都靠谱，比任何人都要能干，所以发光吧青玉文。哇哦，我觉得就是我们感情这种事情，我觉得不太适合在台子上说。那有什么话当面讲咯。对，然后就是现在是不是特别放松？ 那要不要来看一个遥远的？还有一个呢，那个我对段奕璇的那个对感情就等他一直默默藏在心中吧。还有好像有个视频呢，那来让我们看一个遥远的祝福。祝福，对。好久不见，你有没有想我呢？想你，想你，我也想你。祝你的生日快乐！然后呢，在这里我给你准备了，特地点了一个长寿面，当当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吧，就特别像这碗面。你看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有蛋，有酸豆角，还有肉，就像你的身材一样，非常的匀称，该有的地方都有。然后呢，你看这面特别的光滑，就像你的皮肤一样，白里透红，它还有一点点辣吃进去，就像你的性格一样，有点点率真，有点点洒脱。然后后来呢，又会回味无穷，就像接触你这个人一样，就非常的有什么说什么，然后也特别的热情。之后呢，之前我去北京的时候，你也会就是带着我去玩啊之类的，然后非常喜欢你，然后也喜欢这碗面，所以现在接下来我要把你吃掉。他们推荐了，说这个面超好吃，然后，我天哪，这太辣了吧！真的非常的 surprise 呢，就像你的出现一样，对于我的人生中就是个 surprise。也希望你以后能不开心的时候可以跟我倾诉一下，然后希望我也能成为你的榜样，你的好前辈。对，就好，对，漂亮，是漂亮。希望你呢也能四面八方的漂亮。最后呢，也希望你新的一年可以开开心心的。然后我很想抱抱你，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在屏幕内这个世界吧，我出不去，你也进不来。所以呢，我就亲你，抱抱我自己，还不错，然后加油吧。哎呦，哎呦，羡慕。哎呦，没有，其实我要解释一下，本来是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特殊惊喜的，但是由于有一些特殊因素的话，就是对，然后就。没关系，但是依然我把这个特殊节目是会留在微博上给大家呈现的啊。然后也是就是最近为了准备就这些节目嘛，好像也费了不大很就费了很多神啊这些。然后最近可能就是今天可能有点丑，就是精神状态也有点不好，因为最近都在熬夜嘛，也不知道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就有点懵了。然后就是平时呢，我也就是在台上也是不是那种特别会说话的人，然后有些时候呢，就是嘴笨嘛。然后反正接下来的路上我也会就是改正自己的很多缺点，然后把尽量把我所能给大家展现最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大家。然后特别谢谢写信的段奕璇，然后你要谢我读信也很辛苦。然后因为他不在现场嘛，我总觉得就是这样隔空跟他说话，没有他的反应，我很不习惯。然后电话，我等会不行了，我们这个时长吧，真的是不行了。反正反正回去打个月亮视频好。那我们聊视频的时候，我直个播吧。然后就是也很谢谢 Kiki 前辈，然后这么百忙之中抽空给我录了这个生日祝福的视频，真的哎，你看你们羡慕吧。
什么钻瓜金瓜什么瓜丝瓜都买不到这种生日祝福视频对吧，还是要成员瓜。然后因为然后就是因为今天的时长嘛，然后对，然后我们就那我们就最后一起祝晴雯生日快乐。在东北的老胡和老艾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他跟我说美军嫂子真好看。好，都怪嫂子太迷人了。老胡好惨，老胡出来不到20秒钟就死了。好，你的剑为何这么快？那就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歌曲。谢谢大家。